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浩文武装买五轮车谛听。近段时间，浩文所在的绍兴舰胡服战队更新力度非常多，他们团队的武装陈公子又买入了一支五轮车谛听，同时拥有四大法和一小法。二，陈公子买160斤轻鞋子。除了五轮车谛听之外，陈公子还买入了一双160级的金青鞋子，熔炼后防御96点，敏捷67点，整体属性非常不错。陈公子的这个武装在更新结束之后，全胜将达到了16+11的水平。浩文口中的打造第九豪门，在队友们的大力更新下，将很快成为事实。三，虚负爆冷11回合输比赛。来自金戈铁马 PK 玩家的爆料，他们在群雄比赛中与屈服孔妙福战队狭路相逢。依靠林波城和魔王组成的阵容狂打面伤，最终只用了11回合就击败了对手。三眼林波城在175 PK 当中经常能创造奇迹，如今连2023年成绩最好的屈服孔妙也输给了林波城，实在是令人震惊。四，12红宫谛听敢输。2008-95哥手中的12红宫谛听又打了一本高偷袭技能，结果运气非常好，直接顶掉了没用的高慧根技能。五，山哥14技进台力匹马卖出。珍宝阁山哥手中的14技能进台童子，同时还拥有力劈和神马两个特殊技能，最终以75个的价格卖出。